相信神的存在，却为什么总是不敬畏神，不敬畏神呢？你相信神的存在，却为什么丝毫没有惧怕神的心呢？你承认基督是神所道成的肉身，却为什么对其采取藐视的态度？为什么对其指手画脚？为什么公开论断他？为什么总是窥探他的行踪？为什么不顺服他的安排？为什么做事不以他的言语为准则？不以他的言语为准则？为什么勒索偷取他的祭物？为什么你站在基督的地位上讲话？为什么评价他做工说话的对错？为什么敢背后亵渎他？等等，这些就是你们的心吗？在你们的言谈举止中都流露着，你们并不相信基督的成分，你们做事的动机，你们做事的目标，都充满了不信的成分。甚至你们的眼神所发出的气息中，都夹杂着对基督不信的成分。可以这样说，你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分钟都带着不信的成分，这样你们每时每刻都有背叛基督的危险，因为你们浑身上下都灌输着并不相信道成肉身的神的血液，并不相信道成肉身的神的血液。所以神说，你们踩在新生路上的脚印，并不是实实在在，不是实实在在。你们走新生的路，并不是脚踏实地，而是在敷衍度日。